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空间。今天菠萝上传给大家更新呢，是 InX 系列在10月份所发售推出的 InX 强袭自由啊，不是强袭高达吧？强袭自由版本的 Q 版的一个玩具吧。今天呢，终于是给大家来做这么一款玩具的一个分享，因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Q 版玩具嘛，所以我就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视频喽。之前的拆盒也是时隔了好长时间。然后想说去把这一款的 Q 版的高达给大家做个更新。强袭自由的一个 Q 版做出来的一个造型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啊，很帅气的一款高达。面向方面，这一款 Q 版的一个造型做得也很不错，它这边都有刻线，都有刻画，然后这边采用了金色的一个类似于电镀的一种涂装吧，红色也是。但我这边触角给我弄断了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呢，我拿502粘上去的这种效果，然后整体的一个涂装是要比之前推出的版本要好很多啊，你看。然后这边是软胶，这两边都是软胶啊，这边都是可动的肩甲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翅膀给大家装上去吧。翅膀呢，采用了这种颜色的一个涂装，大家看一看就行。也是可以打开来的嘛，等一下我们先安插上去，安插的方式是这边，哎，插上去，另一个也是一样的。好，看，这是背包翅膀，打开方式是这个样子。其实这个翅膀打开来之后的效果真的是很赞啊。果然是卖背包的这个高达，虽然我对高达不是很了解，也是很少去给它更新高达，但这一款啊，翅膀打开来之后，哇塞，细节方面，不论是细节还有造型，我觉得都是我非常满意啊。可动性我们就简单演示一下，因为这一款的可动性我觉得还是比较捉急的。腰，腰可以旋转。腿，它这边都有蓝色的涂装啊，旧版的话是完全没有的。这边该有的一些接地性都是很有不错的。这边是它的两边的一个手，翅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。